咱们公安上不是有这个团圆行动，对，所以说我们大家都去采了血。既然国家给了这么好一个平台，就想着能回家。确定他有一户表亲曾经有过送养女儿的情况，这个年龄跟性别都是跟张女士的情况是比较相仿的。多不多？想不用了，想不多，一直想。你未来做人，到妈妈开心不得了。